Hello everyone， 这是个你们大学生在家做防疫期间还要写报告。What the fuck shit? That's scary。报告差点卖的报告一样，看到根本就像小狗呀。报告差点卖的报告一样，先生给我一个通报呀。报告差点卖的报告一样。看到根本就像小狗一样，报告操你妈的报告一样，先生给我一堆通报一样。年纪轻轻，一副可怜兮兮，读书读到大，好不容易杀了太大，想说能够撑过大风大浪，结果根本超乎我所想象。学校 boss 给我出掉了的难题，全部放在眼里。我在慢慢飞驰，是否该死个字？你是多了不起，让我拿起笔记，请你不要走心。呀、我是个 OG。报告差你妈的报告一样，看到根本就像小狗一样。报告差你妈的报告一样，先生给我一堆通报一样。报告差你妈的报告一样，看到根本就像小狗一样。报告操你妈的报告一样，先生给我一堆通报呀。Peace out， 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千万不要个出家，鸡巴 ，fuck shit。